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凯。一直在忙活动啊，然后各种通告啊，然后忙完这几天就马上进组拍下一部新戏，10天左右，15天。其实也没什么时间休息，比如说我现在休息的期间，我们就在拍摄，然后去录综艺，还有就是拍杂志、平面，然后一大堆，其实也等于没有休息。最想做什么？其实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，运动一下呗，打打篮球，还有健一下身之类的。我会，但是我是主要不是看剧，我是看弹幕，就是想看直观的观众和粉丝们给的一部剧的评价。把它当成是你的一个爱好，其实你对一个爱好和一个兴趣的时候是有无限的精力的。演员最幸福的就是他可以去感受每一个角色不同的一生，比如说我拍这种东西，那我就是经历了很多人的一生，我觉得这都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。会去看啊，我会去看。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去称赞你，那一定会有人也会去说你，这种两极化的都得去吸收，我觉得这样子才会让自己更成长。最近啊，有想学钢琴，对，但是一直也没有时间，然后还是好好把戏演好吧。简单舒服。这个世界未来是需要我们青年来去创造的，需要我们要更好的做好自己，对社会有贡献，做一些能够发光发热照亮大家的事。